请副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80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副秘书长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八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4月8日上午9:12至9:25，10:11至11:34，4月12日下午5:00至5:19。地点：本院议场。出席为王委员、金平等113人，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其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七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第69案、第72案至第240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处理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70案、第71案、第250案至第253案均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241案至第249案为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等所提出报告案。第254案至第260案为行政院等函送本院委员提案之延处情形。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24件，乙，本院委员质询部分17件。讨论事项：第一案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第二案、第5案均决议修正通过，第3案、第4案、第6案均决议交党团进行协商，第7案决议本案不予备查，通知劳动部更正或废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决议一并送劳动部。第8案至第10案、第12案、第14案至第20案、第22案、第26案均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第11案、第13案、第21案、第23案至第25案均暂不予处理。第27案、第28案均决议定期处理。宣读完毕。报告院会，针对上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做以下之宣告：第8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二案。本院委员徐国庸等32人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6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会交修宪委会审查。报告院会，这一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3案，本院委员徐国庸等23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这一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4案，本院委员徐国庸等22人拟具《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第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5案，本院委员管碧玲等24人拟具《文化资产保存法》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6案，本院委员苏志芬等16人拟具《环境影响评估法》第8条追及第9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7案，本院委员苏志芬等20人拟具《废弃物禁令法》第28条、第32条及第4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8案，本院委员苏志芬等18人拟具《资讯基本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9案，本院委员庄瑞雄等21人拟具《国家安全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0案，本院委员庄瑞雄等20人拟具《台湾地区大多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4条之4及第79条之3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1案，本院委员庄瑞雄等22人拟具《爆竹烟火管理条例》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2案，本院委员庄瑞雄等21人拟具《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第1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议，
不予通过。下第十三案，本院委员费鸿泰等十九人拟具《电子票证发行管理条例》第九条、第十条之一及第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十四案，本院委员费鸿泰等二十人拟具《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十五案，本院委员徐志荣等二十二人拟具《性别工作平等法》第三十八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十六案，本院委员赖世葆等二十人拟具《学校卫生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及第二十三条之四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十七案，本院委员赖世葆等二十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遵定第二百七十一条之一及第二百八十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十八案，本院委员郑天才等二十人拟具《野生动物保育法》第二十一条之一及第五十一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十九案，本院委员郑天才等二十人拟具《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二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教育及文化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二十案，本院委员郑天才等十八人拟具《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设置条例》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二十一案，本院委员郑天才等二十人拟具《警察人员人事条例》增订第三十七条之二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二十二案，本院委员郑玉鹏等十七人拟具《自来水法》增订第六十条之二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二十三案，本院委员郑玉鹏等十七人拟具《地业法》增订第六十五条之二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二十四案，本院委员黄国书等十七人拟具《国民教育法》增订第四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二十五案，本院委员黄国书等十六人拟具《国际机场园区发展条例》第二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交通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二十六案，本院委员严宽恒等二十一人拟具《国际机场园区发展条例》第十三条及第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交通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二十七案，本院委员陈英杰等十六人拟具《社会秩序维护法》第八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二十八案，本院委员陈英杰等十八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一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二十九案，本院委员陈英杰等十六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三十案，本院委员马文君等十七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二百七十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三十一案，本院委员马文君等十六人拟具《国籍法》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三十二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证券交易法》增订第十四条之七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三十三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所得税法》增订第四十三条之三及第四十三条之四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
无异通过，下案。第34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凝聚劳资争议处理法第43条条文修正草案形成一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主院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35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凝聚劳动基准法第一条条文修正草案形成一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主院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36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凝聚立法院质询刑事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36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37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16人凝聚公路法第2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38案，本院委员陈欧博等19人凝聚卫星广播电视法第6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39案，本院委员罗明才等22人凝聚劳动基准法增订第43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40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16人凝聚禁言实习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经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41案，本院委员李坤泽等16人凝聚停车场法第32条及第40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经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42案，本院委员李坤泽等17人凝聚国民年金法第39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43案，本院委员王定宇等22人凝聚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44案，本院委员蒋乃馨等18人凝聚劳工保险条例第7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45案，本院委员周陈秀霞等16人凝聚建筑法第13条及第7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46案，本院委员钟嘉宾等16人凝聚全民健康保险法第4条及第7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47案，本院委员钟嘉宾等16人凝聚精神卫生法第2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48案，本院民进党党团凝聚两岸订定协议监督条例草案经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49案，本院民进党党团凝聚立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经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50案，本院民进党党团凝聚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第一条及第第一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50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51案，本院民进党党团凝聚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52案，本院民进党党团凝聚立法院议事规则第22条及第6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52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53案，本院民进党党团凝聚立法院质询刑事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54案，本院民进党党团凝聚立法委员行为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
无异通过，下案。第55案，本院民进党党团凝聚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第4条及第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全院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56案，本院民进党党团凝聚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组织规程增订第6条之1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全院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57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17人凝聚空气污染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全院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58案，本院委员黄国书等27人凝聚高级中等教育法第6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全院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59案，本院委员刘建国等34人拟具中华民国宪法第1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交修宪委员会审查。全院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60案，本院委员刘建国等30人拟具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1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交修宪委员会审查。全院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61案，本院委员刘建国等16人拟具劳工保险条例第6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全院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62案，本院委员刘建国等16人拟具长期照顾服法第1条第22条及第6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全院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63案，本院委员刘建国等17人拟具规费法第1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全院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64案，本院委员刘建国等16人拟具精神卫生法第3条及第29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全院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65案，本院委员刘建国等17人拟具《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增订第22条之1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全院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66案，本院委员蒋乃馨等19人拟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增订第14条之1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全院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67案，本院委员赖世葆等18人拟具《使用管理法》第2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全院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68案，本院委员赖世葆等16人拟具《信托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全院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69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建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全院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70案，本院委员徐国勇等19人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第2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70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71案，本院委员蔡益宇等16人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第2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71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72案，国防部海委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国防科技研发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73案，国防部函送105年度一般行政预算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74案，国防部函送海军暨空军司令部105年度150110采购及外供军品费预算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75案，国防部函送海军筹获雷舰第二阶段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院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76案，国防部简送104年度第四季办理政策宣导有关之相关之广告调查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院会由于
无异通过，下案。第77案，国防部函文修正陆海空军军官士官志愿留营入营征选服役规则第一条、第四条及第七条条文，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78案，国防部函文修正志愿士兵选训实施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79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白林文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补助地方政府辅导农民办理防治台湾猕猴危害农作示范计划，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80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鸡蛋友善生产系统定义及指南，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81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基因改造饲料或饲料添加物许可查验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82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萱草莓仁椒江河花胡麻树豆素杏鲍菇及蓝眼菊为适用植物品种及种苗法之植物种类，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83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文修正渔船输出许可准则第二条及第八条条文，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84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文修正渔船建造许可及渔业证照核发准则第27条条文，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89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文修正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专业奖章颁给办法第一条、第二条及第三条条文，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86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饲料或饲料添加物制造及输入许可办法，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87案，卫生福利部函为白林文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如何减少我国儿童受虐案件之建议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88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药师法第102条所称无药师人员职业之偏远地区与非属上述偏远地区列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89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国民年金法施行细则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90案，卫生福利部函为食品中原子层或放射能污染安全容许量标准名称修正为食品中原子层或放射能污染容许量标准并修正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90案，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91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需要罕见疾病防治及药物防治药物品项，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92案，经济部函送投资业务处104年度有关两岸投保协议行政协助机制执行检讨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第92案，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由于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93案，经济部函为白林文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部主管第一项决议34减送改善计划，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94案，经济部函为白林文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转投资事业投资目的之达成情形及是否继续投资之评估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第94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由于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95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有关产业人才能力鉴定相关问题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院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
第96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有关维持东部深层海水创新研发中心研发能量，并向永发成果加强相关产业推广具体计划专案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约交经济委会。委员会由于无意通过，下一案。第97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就风力发电第四期计划办理经过、第五期计划规划状况及中长期投资情况书面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约交经济委员会。第97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98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工业局因应投资衰退之具体做法相关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约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一案。第99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出口市场及出口商品多元化不足之问题，请送加强出口做法相关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约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100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该部加强出口做法相关报告资料，程序委会见，拟请约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101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台糖公司对5G基金会财团法人台湾糖业协会之资产清查、人事重整与后续是否解散清算相关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约交经济委员会。第101案，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102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台电公司有关建立国际人士申请参访合一二三床之标准作业程序之办理情形，程序委会见，拟请约交经济委员会。第102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103案，经济部函送中油公司104年第四季环保公安绩效书面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约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04案，经济部函为废止深层海水自愿性产品验证实施办法，程序委会见，拟请约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105案，经济部函为修正能源用户应申报使用能源之种类、数量、项目、效率、申报期限及方式，程序委会见，拟请约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106案，经济部函为公告中华民国货品输出入分类表中 CCC 2914.39.00.10-4苯基丙酮酯、易问物及盐类等4项货品增列输出入规定代号111，并列入限制输出货品表及限制输入货品表，程序委会见，拟请约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107案，经济部函为修正产业园区用电变更规划办法第6条及第23条条文，程序委会见，拟请约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108案，经济部函送智慧财产局104年度第四季奖补助社会人民团体财团法人县市政府及个人案件汇总表，程序委会见，拟请约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109案，经济部函为修正产业园区废止办法第3条、第5条及第8条条文，程序委会见，拟请约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10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算决议，请送全球人寿承受国华人寿相关补助款运用情形书面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约交财政委员会。第110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111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本国银行海外子行对大陆地区铺险订定相关控管机制研议结果，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交财政委员会。第111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112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修正信用平等事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交财政委员会。第112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
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113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文修正《财产保险业经营伤害保险及健康保险业务管理办法》第三条及第六条条文，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回交财政委员会。第113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14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文修正《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募集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处理准则》第四条、第七条条文及《证券投资信托事业证券投资顾问事业经营权权委托投资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之三条文，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回交财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15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送该会主管104年度第四季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情形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委员交财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一案。第116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文修正外国金融机构在台子银行合格资产规定，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委员交财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117案，科技部函送灾害防救体系运作机制及与灾害科技研发推动策略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118案，科技部函送整合灾害情资传递公众与生活化策略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19案，科技部函送科技部聘用人力检讨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20案，科技部函送红色供应链之因应过程与结果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120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21案，科技部函送科学园区创新创业场域及服务推动计划与跨部会资源分工协调机制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122案，科技部函送产学小联盟计划与临近产业聚落相关性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123案，科技部函送科学园区有害事业废弃物与毒化物管理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124案，科技部函送购置及新建研究船之必要性评估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125案，科技部函送智慧园区计划编列预算编列一之因应过程与结果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126案，科技部函送因应海盐五号事件之后续2000吨级与3000吨级研究船建制规划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127案，科技部函送科工基金部分园区年短处问题检讨改善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128案，科技部函送海洋科学研究专区涉及阻碍议题之改善评估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129案，科技部函送检讨灾防科学中心绩效指标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130案，科技部函送桥梁冲刷监测系统验证与灾防预警技术转化加值应用报告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131案，科技部函送国网中心企业界服务提升方案与大资料资源整合运用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132案，科技部函送核能研究所纳入国研院可行性评估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132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
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33案，科技部函送加强防灾预警技术价值运用提升整体灾害防救技术书面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为交交预警文化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34案，科技部函送强化国中小校园网络频宽提升校园行动教学载具使用效益书面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为交交预警文化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35案，科技部函送国研院性质功能类似中心准并可行性书面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为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36案，科技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部主管第一项决议75简送书面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为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37案，科技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部主管第一项决议95简送书面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为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38案，科技部函送补助在台转型跨国顶尖研究中心计划示范方案管管及执行方式书面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为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39案，科技部函送国研院专利授权应用及研发成果具体改善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40案，科技部函送福卫七号执行现况与太空科技发展成果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41案，科技部函送国研院专利授权及专利管理应用作为书面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约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42案，科技部函送协调行政院科技汇报向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提出预算年度工作报告之说明，程序委会见，拟请约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43案，科技部函送科学园区实验中学之预算及管理问题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为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44案，科技部函送国际太空产业趋势与我国因应策略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为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45案，科技部函送国家自动安全科技中心绩效评鉴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为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145案，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全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46案，科技部函送国家自动安全科技中心董事长董事与监事临聘解聘及补聘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146案，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全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47案，科技部函送国家自动安全科技中心公有财产管理使用收益办法，程序委会见，拟请为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147案，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48案，科技部函送国家自动安全科技中心董事监事利益回避范围及违反处置准则，程序委会见，拟请约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148案，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49案，行政院函为修正毒品之分级及品项部分分级及品项，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149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50案，行政院函为修正消费者保护法施行细则部分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50案，行政院函送通讯交易解除权合理例外情形适用准则，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51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
第150案，行政院函为修正中央对直辖市及县市政府补助办法第23条、第24条条文及第9条附表二，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问交财政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53案，文化部函为104年度庄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请送就台北城内作为首都历史和行政整体规划进行通盘研究，提出对策之相关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约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54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庄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检讨公视基金会自制节目比例过低进行，请送具体改善计划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约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154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意。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155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确实督导公共电视直播频道节目，确保节目品质与文化内涵，提供更好品质、有创意的节目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约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56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如何具体加强台湾与土耳其双边文化交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约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57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会同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通盘检讨数位汇流发展方案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约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157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意无意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158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有关正式产业困境研谋改善措施，提升国内自制节目质量，培育并吸引流出的财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59案，文化部函送博物馆专业咨询会组成局运作办法、私立博物馆设立及奖励办法、博物馆分级辅导办法、博物馆评鉴及认证办法及博物馆法施行细则。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159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160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4G行动博物馆计划绩效指标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约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161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提升旅客参观意愿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约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162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文物征集收购程序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163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下乡推广教育活动方案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63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人流动线调整计划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65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合一空间配置检讨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166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临时人员禁用请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约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167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文物登录管理检讨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约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68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外文兵役人才管道与预算办理情形。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约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69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推动美感教育及弱势学生服务办理情形。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约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
无异通过，下案。第170案，国立公共博物院捍卫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且从南部院区工程严守与文物存放公共安全办理情形，程序往会见，拟请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71案，国立故宫博物院捍卫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且从员工消费合作社90至97年度分配与社员之受托代办业务所得盈余，缴回国库案书面报告，程序往会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171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72案，国立故宫博物院捍卫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从南部院区票价规划书面报告，程序往会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73案，国立故宫博物院捍卫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从南部院区业务规模书面报告，程序往会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73案，国立故宫博物院捍卫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推动国外借转相关措施书面报告，程序往会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75案，国立故宫博物院捍卫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北部院区电力供应检讨情形书面报告，程序往会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76案，教育部捍卫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如何协助低所得家庭的孩童向上流动翻转未来，请送执行进度及具体方案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77案，教育部捍卫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监察院纠正指出教育部未妥善督导高中时入学办理作业，严重影响学生权益等问题，简送执行进度及具体方案检讨报告，程序往会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78案，教育部捍卫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提升少年服役学生受教权与青年监狱受刑人教材与教学品质书面报告，程序往会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178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79案，教育部捍卫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检讨12年国教自实施以来各项缺失，具体研议因地制宜入学规则，并协调地方主管机关妥善规划稳定之入学制度相关报告，程序往会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80案，教育部捍卫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为提升国中毕业未升学未就业青少年职能培训辅导计划培训成效，简送具体改善计划办理情形，程序往会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81案，教育部捍卫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因应景气萧条冲击，研拟相关对策以保障尖叫生权益书面报告，程序往会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80案，教育部函送职业继续教育职场教育训练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程序往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83案，教育部函送国民中学与职业训练机构合作办理记忆教育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程序往会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84案，教育部函送高级中等学校遴聘业界专家协同教学实施办法，程序往会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85案，教育部函送高级中等学校专业科目或技术科目教师业界实务工作经验认定标准，程序往会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86案，教育部函送高级中等学校教师进行产业研习或研究实施办法，程序往会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87案，劳动部捍卫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针对劳动政策沟通办理情形，程序往会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
无异通过，下案。第188案，劳动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针对劳保基金收支不平衡及负债世代移转问题进诉严某对策之说明，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88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没有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189案，劳动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有关劳动政策咨询会办理情形，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89案，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190案，劳动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我国未来十年劳动力发展政策规划局研究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90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191案，劳动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针对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时序型业务计划内容等书面资料，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91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92案，劳动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有关一产业发展规划咨询课程，以符合产业脉动协助产业获得相关人才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93案，劳动部函送家庭暴力被害人就业服务办法，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94案，劳动部函为修正就业促进津贴实施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94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95案，劳动部函送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办理105年劳工保险被保险人纾困贷款，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96案，劳动部函送劳动力发展署104年10至12月执行政策宣导之广告预算通知情形，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96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197案，劳动部函为修正职业灾害劳工补助及合法办法第14条附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98案，劳动部函为修正劳动部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编制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警察之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199案，国家发展委员会函送档案管理局105年度深化国家记忆第一期计划预算编列情形，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第199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200案，国家发展委员会函送104年度10至12月于各媒体办理政策宣导之相关广告会程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201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会主管第一项决议法解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局文化委员会。第201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202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会主管第一项决议事务解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202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203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会主管第一项决议19解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第203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204案，交通部函送已结束事业台湾汽车客运股份有限公司104年结设第四季至清理工作之执行情形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205案，内政部函为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部分条文及第27条附表三，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交内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206案，内政部函为修正内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总队组织准则第二条、第六条条文及内政部警政署保安总队第七总队。保安警察第七总队办事细则第十四条、第十八条条文，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207案，原住民族委员会函送政商局的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参与办法，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第207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208案，蒙藏委员会函为该会主管韩传统法人蒙藏基金会104年第四季无办理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209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修正列管毒性化学物质及其运作管理事项，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210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修正水污染防治费收费办法第三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211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温室气体罹患专案管理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211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212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水污染防治措施计划及许可审查申请审查办法名称修正为水污染防治措施计划及许可申请审查管理办法，并修正条文，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212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213案，国家安全局函送空间情报统合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214案，考试院函送该院及所属104年第四季予媒体办理政策宣导广告季报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没有异通过，下一案。第215案，考选部函为修正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规费收费标准，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216案，行政院主计总署函送104年度第四季办理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调查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217案，司法院函为修正法官进修考察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218案，福建省政府函送104年度第四季补捐奖助其他政府机关团体或个人经费报告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第218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219案，中央银行函送该行及中央印制造币粮厂104年度政策宣导之广告预算执行情形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220案，外交部函为修正外交部及驻外管处办理文件证明文书保存及销毁规则第五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221案，外交部函为修正中华民国普通护照规费收费标准第二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222案，外交部函送尚未履行兵役义务男子申办护照及侨居身份加签限制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
无异通过，下案。第223案，卫生部函送104年第四季办理各类媒体政策宣导广告情形一览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问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223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全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224案，卫生部函送护照保管及销毁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问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225案，交通部函送护照申请及核发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问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226案，财政部函为修正税务违章案件减免处罚标准部分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问交财政委员会。全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227案，财政部函送105年度花生、红豆及水蜜等14种农产品实施特别防卫措施之种类基准数量及基准价格，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问交财政委员会。全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228案，总统府函为该府及所属104年第四季均位于媒体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问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全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229案，台湾省政府函送104年度第四季补助民间团体及个人补捐助经费明细表，程序委会见，拟请问交内政委员会。第229案，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230案，中央选举委员会函送该会籍所属104年度第四季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进行季报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问交内政委员会。第230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231案，公平交易委员会函送104年度截至12月底政策宣导广告预算执行情形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问交经济委员会。全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232案，公平交易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有关检举奖金额度提高至该违法联合行为案件处分罚款总金额20%之说明，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问交经济委员会处理。全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233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检讨粮食作物产业结构提升国家粮食自给率专案报告，请列入议程。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问交经济委员会处理。全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234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花东地区有机农业发展计划具体内容及效益分析专案报告，请列入议程。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问交经济委员会处理。第234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235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会主管第一项决议28，解送专案报告，请列入议程。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问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236案，教育部函送该部105年度生产力4.0推动事项专案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问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第236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237案，交通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台铁整体购置及汰换车辆计划14亿1000万元之1/5，提出书面报告时的动之解送相关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交交通委员会处理。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238案，交通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部主管第四项决议时，冻结国家风景区建设计划33亿7400万元之1/4，提出书面报告时的动之解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问交交通委员会处理。请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239案，交通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部主管第一项决议11，冻结国家风景区建设计划33亿7400万元之1/4，提出书面报告时的动之解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问交交通委员会处理。全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第240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第二期能源国家型科技计划风力发电离岸系统建设执行情形专案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交经济委员会处理。全委员会由于无异通过，下案。
第240案，本院内政委员会函为建请将委员黄伟哲的22人、委员赖月龙的16人分别拟具地方制度法第44条及第46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陈明文的20人拟具地方制度法第44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赵天麟的16人拟具地方制度法第44条及第46条条文修正草案等涉案经付二读，与并案审查完竣之委员陈廷飞的20人拟具地方制度法第44条条文修正草案，民进党党团及委员林俊信的17人分别拟具地方制度法第44条及第46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并案协商。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将委员黄伟哲的22人拟具地方制度法第44条及第46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赖月龙等16人拟具地方制度法第44条及第46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陈明文等20人拟具地方制度法第44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赵天麟等16人拟具地方制度法第44条及第46条条文修正草案等4案经付二读，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报告院会第242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第242案至第245案，民进党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令第246案准予备查，请宣读。第240案为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处理财团法人环境资源研究发展基金会102年度预算所等案，均已于年度预算举行期间，请提报院会准查。第243案为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处理财团法人环境资源研究发展基金会101年度预算决算书等案，均已于决算法第28条锁定审议期限，请提报院会准查。第244案及245案为本院财政内政外交及国防经济教育及文化交通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8委员会函，有关中华民国102及101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半年结算及查核报告含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案，因已送达超过1年以上，依决算法第28条一直提报院会。第246案为本院经济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相关行政命令，已于立法院执行行使法第61条锁定审查期限，请提报院会准查。第247案至258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前台湾团结联盟党团王委员玉明、陈委员英、赖委员世宝、蒋委员南信、张廖委员万坚、林委员俊宪、简委员东明、李委员燕秀、江委员启生、卢委员修彦等所提临时提案之延处情形。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赖委员瑞龙等所提质询之书面答复共32件，乙，本院委员质询部分，本院徐委员国勇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21件，宣读完毕。好，报告院会，现在宣读本院各党团共同声明。立法院朝野党团共同声明，对于日前发生在肯亚，我台湾人民遭肯亚警方以暴力威逼中国官方强将我国人压制中国的做法，严重侵害基本人权与我国主权，我们要提出强烈的谴责与抗议。政府有责任保障台湾人民的安全与权利，任何司法程序亦应符合国际人权的基本要求。如果是涉及海外犯罪，应遣返回台湾依法审判；即使涉及管辖权竞合，也应透过协商方式，依相关国际法原理原则予以解决。但中国当局却粗暴地以强制手段强压台湾人民至中国，严重侵害基本人权与人身自由，此举徒增台湾社会对中国大陆的负面观感。中国当局无视自2011年起处理类似案件以我国所建立的默契，无视我方主权及管辖权，伤害双方关系自身且具，更无助于双方关系的正向发展。我们要求政府应立即
太原、附中、探视及一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即过去惯例处理，确保国人人身安全无虞，并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遭到关押的台湾人民，且未来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亲民党立法院党团。报告院会现在休息十分钟，休息后处理各党团所提变更议程之动议，现在开始不再受理提案，现在开始休息。